婚姻后尾警察接到消息，有几啊交警趁着中秋连假，藏伫徛街内底营业。警方是埋伏几落天来找证据。第十四透早抓到39个人，阁超出200多万，拢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警方14号半暝啊来到步调乡这处民宅，多客就看到警察，马上将手中现金四个来藏青菜来拼。日前后尾分局接到线报，步调地区这处职业赌场。趁着中秋假期来开交警，嘛肯定袂少多客上门。他躲藏在一户民宅里面吼，那同时我们也有向法院申请搜索票。当天凌晨吼12点许，我们就攻坚进入那个屋内吼，发现现场有赌客及经营的赌场业者哦，总共有39名。那其中他现场的赌资吼，我们有查获244万。警方表示。现场包括技巧顾问的，佮经营赌场的工作人员5人，赌客3、4人，年纪分布在40岁到60多岁，以换钞为赌具，来生俗称杀童的方式来对赌。现场超出超过200多万赌金，佮2台点钞机等证物。啊，现场有主持人、荷官及把风的，哦，我们将他以那个刑法赌博罪移送。那其余赌客34人，我们依涉违法裁处。警表示。经过埋伏监控发现，要进出这处职业赌场的赌客，拢有专车来接送。公安处内阁发现，现场赌房有提供餐点，赌场是打设立无偌久，就吸引袂少赌客。为了维护选情的治安，会持续来查缉赌场，嘛，呼吁不法分子莫心存侥幸，买赌盘来影响选举。记者吴宁报道。